们可能还感受不到现在有多危险，对不对？带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玩过这个，看到了没？万丈深渊。麦琪，Hello. 你们这个组合今天毫无压力，知道吗？你们有两个大长腿。不，麦琪，我今天这一期是最有压力，我觉得他们俩很难把我弄过去，因为我很重哎。你知道吗？你要对自己对我们有信心。我对你们有信心，那我们一起加个油吧。好，你们会保护我吗？没问题。好，一起来保护女生，加油！而且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增加一点更加好玩的东西。不要啦。什么？这个小礼物就在宝箱上。啊，气球吗？对呀、啊。在闯关的时候呢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气球。弟弟，如果我给你们的气球在游戏之后完好无损，我就会多奖励你们一座石像。哇！但要是爆了，但是如果爆炸了一个，我就会回收你们一座石像。啊！那要是全爆了呢？那就捡三个石像，没了。现在你们选择一个队员，身上系上三个气球。既然都要保护你了，那就对啊，就把你放成重点保护。我觉得两个小哥哥好 man 呢、啊，就保护女生。好，那我就接此重任。好，升起来吧！第一时间，什么？我们赶紧站好。来，先想个办法。你要站中间吧，你要站中间，躺着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不行！等一下，你看这个气球把位置就已经占满了。你们想好了谁要第一个过？我第一个过吧。你现在这样，你它一升起来，你就会掉下去。拿着我的手。好。小心，小心。好。小石板，快升起来！好了。这么高吗？哎、第一关。那个气球对他们的这个移动难度，我觉得大了很多。嗯。石板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请移动到第二石阶。啊，我去了。往上爬。你需要我吗？推我一把吧。一二三，走。啊！现在要我先过。我们再往上一点。哎，来，要不要一把抓过去啊、哦、？OK， 好，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快要冲！哇，好棒哦！你 OK 吧，自己？这可以吗？往高一点跑，然后就对，跑。然后你注意气球。啊，可以 ，OK。很轻松啊。第二时间答题开始，共三题，石板开始倾斜。啊！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快马加鞭。对，快马加鞭。回答正确。好厉害啊！第二题，请听题。请问图中物品的用途是什么？漂浮船。Yeah, 回答正确。我们是智慧。第三题，请听题。请问图中四川美食叫什么？冒菜。哇！回答正确。哇，这么快就答完了？问题回答完毕，石板停止倾斜，请移动到第三石阶。这也太高了吧！这样怎么过去呢？那接下来就是靠你们了，体力也有了，脑力也好，大白菜姑姑不用担心。那你先过去喽。来，往上啊，加油！好，让你们看一看花蛤类的爆发力。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哇！了不起！我觉得你都好难过哎。有点吃力了，是吧？那我肯定会滑下去啊。怎么办呢？这样，你把那个腰带卸下来。腰带是装这条吗？对，然后你们两个拉着好吗？然后我就是中间搭一个桥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对，好吗？一边一人一头。来，好聪明、啊。可是这样怎么过去呢？你拉着那个过对吧？我踩着那个过。OK， 没问题的。你把它放下。踩着那绳子过是吗？哇，这个气球怎么办？这个气球。石像走了！我们的宝藏！上！不行，要换一个方法。怎么办呢？那这样吧，你还是丢给我，然后你推我。对，可以，好。
我觉得这是最那个保险的办法。他们还是人抓人战术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哦，过去了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走。那谁来负责切一下我？我去外面。好，我给你换个位置。真的不行，打得真的难。我的气球掉了两颗下去了。不要，你用手就接我就好。好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。第三十节答题开始，共两题，石板开始倾斜。请听题，请问图中是什么湖泊？哇，地理我完全。洞庭湖。日月潭。这是台湾的日月潭吧？第二题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拍案叫绝。耶，这么厉害！你们也值得我们拍案叫绝。问题回答完毕，石板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这样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先过，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力量怎么都可以把我拽过去。来，先过来吧，关王先过来，过来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。加油！来，你抓稳了哈。啊 ，OK， 关王哥哥一定可以的。哇 ！OK， 你抓稳，抓稳 ，OK。OK，OK 吧 ，OK。啊，不行！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，不是直接过去，可能我要抓到那个，你们把我拉下去。不，你拽他，再拽我 ，OK 吗？可以。那我先抓着你的脚试一下看看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哇哇，这样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还好。但是这样我可能先回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先等一下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你回来！不要，不要松手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不要停！等一下，我他是我在这个上面看过姿势最奇葩的。可以吗？先回我。把手给我，把手给我。我手拉住了，手拉住了。地下，不行了，你先回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好吗？我抓不住了啊！小心啊！不要，我抓不住了。啊，我也要抓不住了。把腿抓稳，把腿抓稳。你先过去也可以。好，来来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不行，我疼死了。对，没关系。谢谢你了。
两个真的是锲而不舍，我都想放弃了。我现在好想哭啊！我的妈呀，我感觉我已经要掉下去了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快过关了。加油加油！谢谢你们，来吧，谢谢。第四十节答题开始，共一题，石板开始倾斜，请听题，请问图中的青铜文物是什么？四木顶来，四木屋顶，四羊方尊。四羊方尊，啊，哇！回答正确，石板停止倾斜。现在进入终极考验，请听题，请问男士西服袖口钉的扣子最初的用途是什么？加贝艾特妈妈羊奶粉代表的答案是用来划分不同身份，加贝艾特月白羊奶粉代表的答案是用来做备用的扣子，加贝艾特金银羊奶粉代表的答案是防止用袖口擦鼻涕。请利用对面的绳子拿到正确的奶罐，并倒回至第二时间放入指定位置，完成作答。我觉得擦鼻涕这个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擦鼻涕应该不至于，但我觉得黄色会比较。可是每一个实在一点。袖口的扣子的话，它都是扣上的，怎么能当备用扣子？对啊。它如果要是备用扣子的话，它就不应该扣上。因为之前我去那个英国，他们有很多那个袖扣是真的是很贵的，然后有很多值得珍藏的，而且很多人会换袖扣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觉得还是会代表不同身份的。好吧，那就红色吧。先来红色好不好？先来红色。如果不行，我就选黄色。蓝色，那弟弟先吗？好，你需要我帮忙吗？对啊，老规矩，给我一个力。你要怎么过去？你还是老规矩，先给我一个力，让我过去。好来，三，二，一，走。哇！走。好，哎，他真的是热血少年，道明寺粉丝哎。好，对，红色。放到包里，弟弟。然后跳到这个来，跳过去吧。就你滑下来就好，滑下来，往这边滑下来。可以回来，我会帮你。不用，他直接，你只要能滑到这边，他就滑下去。好。刺激啊，放进去对吧？对，不敢干。请趴好等待判题。但愿我不会掉下去啊。不敢干。让吃瓜群众。啊！拜拜。啊，答错了。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啊！很遗憾。王鹤棣石板密室历险失败，请选派一人继续作答。